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假日科学广场。很开心看到这么多人还是继续支持我们的活动哦，因为我们蛮担心这个学期开始，因为我们的收入大幅的，不是收入啊，就是补助经费大幅的减少，所以不得不跟各位收取就是一点这个参加的费用。那没想到还是大家都这么支持我们，这点还蛮令我感动的。大多数我们这整个学期的场次大概在开放报名大概5到10分钟之内就满，所以是我们当时还有很多的沙盘推演，在想说如果这个报名的人数不够的话我们该怎么办等等等等，所以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哦。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今天在座就是有没有人是第一次参加假日科学广场的？还是有新同学，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就是非常幸运，应该是10点多等在那个报名系统前的。好，欢迎你们来。那活动时间很短，就只有2个小时，所以我大概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师哈。今天讲师卓志贤老师，是我们就是假日科学广场开始举办以来就一直是支持我们的一位老师。那卓老师是在这个卓兰，都是卓，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哈，他在卓兰的实验高中服务。然后比较妙的是，我们卓老师其实是教国文的，那有一些在座的朋友是知道，那个教国文的老师竟然他可以设计出8000多种纸飞机。我但是在想，如果我有8000多种纸飞机，我到底要怎么记录，我都觉得很头痛。那卓老师最近也在申请那个金氏世界纪录，他除了飞机的种类非常多以外，他其实还有一个那个他做出来的飞机，你说飞机做很漂亮没有用啊，他如果不会飞是不是很逊？那卓老师做出来的飞机哦，他创下来的记录到目前就是有记录可以就是这个查的，对，拍到的是2分11秒。那什么叫做拍得到的？因为很多是那个飞出去以后就找不回来的，那你怎么知道它飞了多久啊？可能绝对超过2分11秒。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卓老师的飞机哦，因为飞得太像自然的东西，太像鸟在天上飞，所以他那个飞机飞到天上，其他的就真的鸟会来攻击他的飞机。然后我们之前不知道老师今天会放那影片，待会会放给大家看。所以这个你很难想象，就是一张纸折出来的飞机竟然有这么多变化，然后这么多奇妙的应用。好，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大概会折好几架飞机，然后也要跟我们的老朋友说，因为在座应该有一些，不管大朋友小朋友，有参加过我们之前办的假日科学广场卓老师的课，有没有？举手，你之前上过卓老师的课的？哦，1组、2组、3组、4组。好，那你们可能会担心说，今天坐的飞机会不会以前坐过了，对不对？会不会担心？薛敏，你会不会担心？会有。好，卓老师特地为了我们这个学期的第一场假日科学广场，他今天端出来的飞机哦，都是新的，然后甚至有一些是还没有发表的，有一些是那个幼师请他帮忙设计的，那个幼师那边都还没有出版，我们这边就先做了。OK， 所以今天来真的是赚到。好，那我刚刚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忘了介绍我是谁。我是那个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朱庆奇老师，然后也是假日科学广场这个活动的主持人啊，计划的执行人。所以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你们找我们的助理或者是找我。那我的联络方式在网上都有。如果各位要找我们，现在有一个更方便的网址，请大家可以记哦，也是史上最短的网址。有些同学，有些朋友就会说，史上最短的网址，朱老师一天到晚在宣传物理.tw， 对，或者是 phy.tw。好，我们现在做的是科学教育，所以我们要更扩大我们的范围。现在有一个更短的网址叫做科教，科学教育嘛，科学教育4个字，训，科教2个字，科教.tw 就可以直接连到中央大学科学教育中心的网站，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好，接下来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我们来欢迎我们卓志贤老师。朱老师，还有各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大家午安。这个本来
想到时间过这么快哦，就去年好像是三四月的时候来上过一次课，那一下就过一年哦，好像越长大哈，我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哦。那么这个每次来这里哦，我就要先感谢朱老师，我觉得朱老师他一直在跟我这个帮忙在这个提倡这纸飞机哈，真的是非常感谢哈。那么。我大概比我目前哈，我在卓兰中学教书哈，那因为平常有时候这个比较有空的时候，我就去做哈。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么多的飞机？其实我做到现在哈，变成产生一种连锁效应，不用想的，哦，就是说你每天做了之后，它就一架牵着一架一直做，哦，那目前我到现在跟他算。估算大概8000种，其实应该是不止，啊，越来越多哈，哦。那我也拿来一些我最近做的哈，哦，等一下给大家看哈，哦。那么我去年哈，哦，在我去年的时候，我把我之前做过的，你们看那个荧幕上那个最上面那个5808种哈，哦，这个是我在很大概6年前的时候就做好了，我花了大概3-4年把它做起来。那是用一张纸，就是用一张 A4 的纸做的，每一架都是一张 A4 的纸做的哈。那因为我6年前我就做好，都一直把它藏起来，我到去年才把它拿出来哈，一架一架的把它打开，然后再拍哈。那我现在给你们看好了，好，看看哈，可以往下拉好一下哈，可以看一下，这个总共有5808种。真是很多了，那一家一家看可能很那个，你们就大致浏览一下，这个今年我是想要用来申请那个吉尼斯纪录，就是一张纸做的种类，那先大概以可能大概这5000种来当做纪录，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那个，那第二个这个是风行飞机，今天我们要做的，好吧，这个我们先把它放置。那飞行记录里面呢，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我们从这个比较简单的先来看好了，啊，这个是在室内飞的，哦，在室内飞的，这个完全是封闭的里面的，这个是最低的，这15秒而已啦，这15秒。来，你再看一下哈，哦，再来我们看看31秒的哈，31秒的，这个31秒，我先告诉各位，今天不会做这个哈，哦，因为做这个很麻烦，好不好？这个，我会把它画成书哈，哦，因为这个有很多地方是要调整的。然后这个我是模仿那个短尾鹰啊，短尾鹰这个飞了31秒。31秒，各位看一看，它几乎是如果要飞很久，就是在旋转，有点像老鹰在飞，老鹰在飞。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是在室内，你看让它转2圈，飞回来，这我们俗称所谓的魔术飞机，其实飞机都会做这种动作。尤其那个翅膀它比较长的、比较横的、横向的直翼的飞机，它比较会做这样子。你看到吗？它走回来，这是去年拍的，我满身大汗。它跑回来了。你们看一下就好了。再来我看看，这个，飞44秒，这个每次出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哈，它感觉像遥控飞机啊，它自己在那飞，你看它，常常飞去撞那个墙壁，快要撞到哦。我在飞的过程里面最担心他已经撞了，再来
帅呀、啊！看着他飞的时候心蹦蹦跳，后来他撞残了，那时候撞好继续飞啊，懂吗？哎、欸，这是做成鸟型的飞机了，鸟型的飞机。来，哎，那我们看再来这个四十秒哈，难怪一下两分，哎，其实一分四十八秒比较精彩。我们看，来，仔细看老师，你看看是不是有鸟去攻击？你看哦，你看好那架飞机哦，哦，因为每一次我如果丢上去的时候呢，超过三十秒以上哦，那个鸟比较会把那个鸟引过来，或是老鹰，因为它会以为侵入它的地盘。哦，你慢慢看呢，底下。哦，出现来了，整齐的去攻击，而且一直绕着它不放。你现在分不清到底哪一架。我老师根本看不见。你看越飞越高了。没有人吧？没有人，找不到了。当时我是觉得找不到，可是后来呢，他掉到我们那个高职部的大楼，隔天去找到的时候已经一滩了，已经坏掉了。那鸟去攻击他嘞？我把它抓回来之后呢，这个化成土哦，它是可以那个。它要爬树上。再看一个就好了啊，两分十一秒跟那个差不多了。那我们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它每一次飞的时候都是绕圈圈绕圈圈，帅啊，绕圈圈，哇，那为什么要绕圈圈？跟老鹰一样，它绕圈圈绕过来的时候，它碰到逆风它要把它拉上来，碰到逆风的时候它会再拉上来。高，不晓得，有时候会越飞越高，不要卡在树上啊！好，回来，回来，下来。你看，又来了。好，那我们大概看一下了哈，对吧？对，看一下，这个是我这几年来我在研究的那个所谓的制空型的飞机啊、哦，那里有几架那个哈。哦，那么，我从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时候开始研究的是飞机，其实是我要模仿那个战斗机，就像你们今天有看到那个幻象2000的这个东西，这个呢是我给那个幼师出版社的，这个是已经第三次修那个稿哈、哦，那个整个稿件我拿整个再重新修过，让它再比较容易飞，比较容易折。那这个东西，那我最早期的时候我做的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战斗机。那我要，因为我当时我想说，我把那个战斗机啊，我们一般的那种不是模型飞机，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战斗机的那些，我把它做成像模型一样，但是又可以飞，哦，又可以飞。所以呢，做出来的时候呢，它飞起来会跟真的战斗机一样，哦，而且它有时候它会低空飞，哦，很像，很像哦。那我今天也带了一架这个等一下我是想用来说明一下哈、哦，那飞机为什么会飞，哦，就带这个来哈，哦，因为这个其实不好做哈，我这个做这个通常可能，把它最后它做到好可能要两天了，哦，因为它要在实验完之后呢还在做啊，它是工要比较细啊，那我拿这个来是因为要来做实验啊，做实验的哈，那我们呢这个今天呢因为这个匆匆忙忙哈，我又弄了，你们看一下那个里面的哈，那。这每一次来，我第一架飞机我一定会做最简单的那一架哈，这一架是重复的了哈，就每一年来一定会做那一架哈，因为很多同学呢，这一架做了之后呢，比较有概念哈，也比较好那个哈，好吧？好，那你们先看一下哈，看一下，我打算给他飞的哈，他这个也是，这个是用那个铜板纸、月历纸，那个月历纸用完之后把它弄下来做，好吧？这种纸啊很好，它可以保存，可是它对于它飞呢，它是不适合。哦，比较不适合。那，月历纸，它是铜板纸。那要飞的话，哦，因为我一般做了飞机，我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A4 的纸，哦，这里还有一只那个，
纸鸟，好不好？你们等一下如果有空来，可以来看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做了哈，开始做了，来，我们先拿出一张纸来，空白的，空白的那个林婷，空白的纸，空白的纸。来，各位哈，你如果拿到纸的时候呢，先把纸来拿起来看一下，摸一下，感觉一下，哦，感觉一下这张纸哈。知道这个是什么规格的吗？知道什么规格的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 A4 的 A4 的纸，对不对？你摸一下，这个是80磅，而且这一张纸 AA 的，这一张纸是竹棒的。所以你看摸起来感觉跟你平常摸那个银纸不太一样哦。那所有纸飞机里面，我用这个 A4 的这个纸来做是最好的。你可以感觉一下哦。你看像我这里哈，可以扇一下风啊，扇一下汽油看看啊。那这是一张纸，你们看看哦。我往前退的时候，它就飞起来了，有没有？你们看到我拿的方向哦，拿的方向斜斜的。好，这也是跟我们今天要做的有关系的。你看，它就起来了，有没有？起来了哈、哦。你有感觉到那个有一股那个气流呢，被你压下去啊？可是呢，这一张纸呢是往上撑起来的，有没有？你试看看，有没有？那感觉一下，先感觉一下。你要说的让它有点弯弯的角度哈、哦。各位有没有看过风起的那部电影？有没有看过风起那部电影？啊，没有看。没有看了哈，还没看哦。如果你看的话，你会发现哦，里面那个男主角哦，他是设计那个零式飞机的哦。他在吃饭的时候，他都在想，我能够体会他哦，我连做梦的时候都在想哦。他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吃那个青鱼啊，他吃了青鱼之后，他把那个什么里面那个刺啊，把它找出来，他说哇，那个角度好漂亮，那个角度就是这个角度，就是这个角度，知道吗？他那个青鱼啊，就是那个角度，哇，好漂亮！我一看到，他竟然对这个角度啊会有兴趣，啊，那么的感觉是一样的，哦、所以你看了这样子有没有？当过去之后呢，你可以把那个空气压下去，那同时你又感觉到纸其实要往上扬哦。好，来，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做这一架最简单的飞机，好、哦。这是一架最简单的飞机，但是今天做呢，我会稍微把它改变一下，哈、哦。那你们可以在家里呢，可以另外呢，做另外一种不同的飞行。好，来，我们开始了哈。我们先对准一下哈、哦。来，打这边。好，可以开始了哈、哦。来，把纸拿起来。好，左右对折。啊，要对准一点哦，哈，对准一点。其实哈、哦，我这纸飞机哈、哦，一般来讲哈、哦，如果是单独是学生的话，我们都是要规定国小，三年级以上，好吧，三年级以上，对啊，如果不是的话，三年级以下和爸爸妈妈在旁边了哈、哦，因为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可能会有一点那个，一点麻烦。好，把它打开。好、哦，你刚刚走的时候你要注意哦，一定要记得要对称哦，要对称，对称是很重要的。还有保持这张纸呢，要让它啊很平哦。好，来打开了哈、哦。其实这张纸呢，来，你可以一起做哦。来，好了，没关系的。好，打开之后来放下来，中间是不是有一条线？啊、哦，一条线了哈、哦。好、哦，来，我们尽量慢一点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折了。这张是最简单的，所以你应该有印象。来，我们开始来折下来。那折下来的时候呢，不要超过中心线啊、哦，这个要记得啊、哦，不要超过中心线。你看，中心线在这里啊、哦，不要超过哦，不要超过中心线。好、哦，来，啊，它两边多折，不用折尖尖的，不用折尖尖的。嘿，对，不用尖尖的，跟会不会飞跟有没有尖尖的没有关系啊、哦，没有关系哈、哦。你不要把它。折飞机做好之后变成飞镖，那就不好了。好来，你看了、哦、我其实我留了
我们你看这个不是很尖的啊，有没有？哦，不是很尖的。尤其哈、哦、这个爸爸妈妈在这里，小朋友以后折的时候尽量不要折太尖哈、哦，那个射到还是会受伤。好，中间留一点小小的缝隙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把它卡得紧紧的，不要卡得紧，也不要超过那个线，不要超过线。哦，可以了哈、哦。好，记得哈、哦。如果你每折一动的时候呢，你旁边有笔，对不对？或是你有手哈，给那个用手指头也可以。你像我都请这种比较滑滑的笔，有没有？然后呢，你看把那个边把它压一下，有没有？因为这个是折线，既然是折线呢，我们就把它折的这个固定一点啊。好，来，轻轻的就好了哈。好，再来，记得哈，你看哦，啊，把它压着，对不对？压着，然后呢？来，我们要再往里面再折一洞进来，折一洞进来，折一洞进来。好，折好之后，你看我也是一样，用那个笔呢，啊，把边边刷一刷，刷一刷。啊，两边都要折哦，哈，你要先压着这个本来折的地方啊。中间折到底吗？不要折到底。也不用，一样，中间留点缝隙没关系，好。那要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哈、哦，中间留一点缝隙哈、哦，中间留一点缝隙。那你看一看两边哈、哦，这个两边，这个边有没有？往内折往外折？往里面。往里面。再往里面再盖一层下去，再盖一层。好。去年有来折的，还记得这架吗？还记得吗？还是回去就忘掉了？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哈。好来，好了哈，好了之后一样，哎，把它刷一下，刷一下。如果呢，你两边呢，两边合起来，你看没有，这里呢没有刚好对称的话，你可以再把它修一下，没关系，再修一下，哦，尽量呢把它折到对称。对称。没有的话，你再把它打开，你可以把它先那个角度拉过来，然后呢，手呢慢慢把它刷过去，它就会改变了。好，如果你有折好呢，这个时候先把它刷一刷。哎，你看哦，如果。你要改变的话，可以这样子哦，先把它挤出去，有没有？挤出一点点，然后你往旁边这样刷过去之后，它就会改变了，这个就会改变，而且会很平，会很平。你可以先把这个地方先把它推一下，有没有？推一下，然后推过去，它就会那个，它就会移动了。这个位置呢，它就改变了。啊，如果差一点没关系，不用很准啊。它其实哎，这个飞起来的话，它那个差别度啊不大。哦，好了哈，好了，把它合起来。好，你旁边有笔哈，那我们就直接画了，直接画在这边。来看了哈，现在呢，尖尖的在你左边，在你左边哈，啊，那用两边合起来呢，在上面，你把它放下。两边合起来的在上面，不是再翻过来，对，你位置对比较好折了，哦，然后你这里有一个直角有没有？有一个直角有没有？你看到了哈，有一个直角，好，这个右边这里有没有？你用笔把它点一下中间这个位置，点一点，中间的位置。中间，点一小点就好，不要点太大点了哈。好，点一点了哈，来再来。这里哈，点一点了哈。好，点好之后来，再来是头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因为你这样看会不会是变成反方向？
你看。拿反的。我还是用那个跟你方向一样，好来。这个你现在摸一下那个尖尖的这里有没有斜上去的，斜上去的这一条有没有看到？好，这一条好，头的地方有没有？头的地方，你看哦，用手指，用手指啊，大概，我看看小朋友的话，大概食指，用食指两个点两个，一个两个点两个，有没有？啊，点一个点两个，很小哈，不会很大哈，一个两个，点两个。斜上去这一条线哦，斜上去这一条线哦，哦，的头部那里，哦，来，你看这一次哈，来，一有没有？二有没有？好，这个都大概就可以了，点点。记得、是斜上去的哦，这个头这里哦。好，你点的第二点那里的地方哈、这个点有没有记得哈、那你不用画了哈、这条线你不用画，我是画给你看哈、从这里到这里有没有？从这里到这里。好，那么这个呢，把它折下，折这两个点，啊，折这两个点，折这两个点，折这两个点。你看，这样给你看有没有？这样给你看。有没有？是不是从这里到这里？哦，那个头部呢？头部也就是说折出来之后，那个头部呢不是很大。来，头部不是很大，头部是一点点而已哦。头部要不能折太大哈、可以小一点没关系，但是大一点的话就会影响它飞行。好，来，那你折的时候呢？折下来之后，你从中间往两边刷，往两边刷。你折一边哈，折好之后，另外一边也要折。用笔来把它压平的时候特别注意哈，你中间压着，然后往后面刷完之后再刷到前面。再刷到前面，这样哈会比较平，要平的哦，要平的，要平的。你从中间刷，就是从这边刷。平整好了，再把它，你刚刚折的那个，再把它放回去，再放回去，放回去，那一条线就跑出来了，有没有？哦，你就看到那一条线了，有没有？哦，那一条线了，哦，来哈、哦，现在那一条线呢，在这边哈。我先把它换一下，再给你看。那，我们为了要让飞机呢飞得比较稳定哈，那我是建议呢，你要把它用订书机订起来。那么我先写那个，我写个写一二三，哦，一二三，你看有没有？哦，你们看到我那画订书针的位置有没有？刚好在那个线的下面一点点，你不要订在线上。你订的时候呢，你可以从。这个下面，从图下来，你看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哇，可以这样子定，这样定。好，把它定，中间先定，中间先定，中间定的话呢，这样比较不会凹凸不平。中间先定，中间先定，定好之后你再定前面定后面就没关系了。定的时候中间先定嘛，吼，要记得。好，定好之后呢，你再把那个机翼再把它压下去，没关系。压下去之后呢，再从头上刷一下，刷一下。刷好之后来，你看了吼，刷一下。你定好的人啊，可以跟我一起做哈，来，然后再把那个翅膀再把它，然后稍微撑上来。你看撑上来之后呢，你会看到那个机翼呢，机翼是有一点微微往上翘，往上翘的。你看到那个机翼的位置吗？来，如果你已经定好的，你把那个翅膀先折，先刷这个，先刷过，先刷过，刷过之后呢，再把机翼呢撑上来，啊，撑上来。
升上来之后呢，可以的话把这个把它压平，把它压平，啊，如果你从头到做好哈，你这张纸呢都基本上都没有在凹凸不平，它要能够飞的几率就很高了，哦，几率很高。来，再来哈，这几个步骤你都把它记起来。再来，你用前面看或是用后面看都可以。那个翅膀要微微的往上弯，你看，微微的往上，有没有？就像呢，手伸出来呢，你看，哎，微微的，而不是往下哦，是微微往上。只有这一架飞机，只有这一架飞机，这样，微微往上，你看，来看一下，微微往上，你看，微微往上，哦，千万不要往下，往下的话，我们称这个叫所谓的下反脚，下反脚它不适合这一架飞机。它这个要由微微的上反脚，就是把机翼要往上的，那这样它会形成一个三角的那个角度，那么这个可以帮助它来把那个空气啊切割，让它可以直直的飞，哦，这个还没定好吗？也不用翘得太高，特别注意哦，你看微微的就好，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就好。好，你这个时候你做好之后，你都可以检查看看前面也说明看一看有没有哪个地方是怎么样，两边看有没有哪一边是比较高比较低的啊，尽量把它弄到越平越好，越平越好，哦，好，再来，好了，还不要飞哦，欸，等一下我们会给你试看看，因为这头是蛮尖的，哦，我是建议通常我都是，建议家长如果你在家里做的话，你可以把它剪成圆的，剪成圆的，好不好？欸，你先不用剪，我们等一下可能我会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在家里做那个，这架可能不行，啊，没关系，可以把它剪成圆的。那这样的话，射到眼睛的话，眼睛比较不会受伤。好，来这架，好，做好之后呢，你放下来，放下来，你们把飞机放下来，那我